送这个纪念品，欢喜感恩的纪念品给送人。喜气洋洋的智慧平安灯和吊饰，这些结缘品都是桃园志工利用福会红包裁剪下来的边角所制作而成的。这是所有的志工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啊，共同成就出来的啊，我们每个人都做的非常非常的法喜。化废为宝的还有生活市集，桃园八德金丝堂全新启用，志工用心举办岁末祝福，也将祈福的二手物品延续物命，木心木爱。有成人的衣服，有男装女装，有儿童的衣服，有童袜，二手童袜，二手童书，我们就很高兴。那我们明阳师姐，我称呼她叫侠女，她那一天马上说，每年都来去载，都开一台卡车去载，真正是感恩，往节善缘。而且呢，广造福田，我们的心灵的这一亩田，这一亩田，你们呢都很殷勤的勤布种。上人勤勉志工要把握因缘，去除无明，耕耘心田，才能广结众生缘。新闻林思文、邓明仪花莲报道。